伟豪导演呢？这样会不会太亲密？不会，就是很想，就是推我入坑，叫我去演戏，然后我就说，导演，下辈子我如果投胎当演员的话，我会再拍。大家好，我是即将开演唱会的蔡依林。对，然辛苦后的。昨天晚上有我的新歌上线，然后今天也会把所有故事的开端分享给大家。知道那个殷正豪导演虽然人在夏威夷哦，他传了一段话，是说非常想多拍九令的情节，但因为他给的时间很少，那希望 没有这句话我自己加的啦。OK，他说希望能够跟蔡依林有演员身份的合作啊，希望下次不是拍一个 MV 嘛。其实那个伟豪导演呢，这样会不会太亲密？不会，就是很想，就是推我入坑，叫我去演戏，然后我就说，导演，下辈子我如果投胎当演员的话，我会再拍。然后可能因为尝试过很多次的邀约，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合作模式，所以我还是扮演了一个我全新挑战的角色给导演。好，这双豪导演一定都非常希望跟演员蔡依林合作，没想到他说下辈子再说哈。在现场就觉得跟九令姐，九令对戏的时候觉得很像，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，然后他在就是大家看到他发的那张 IG 的照片，就是一个他的回眸啊，我觉得他每一次的那个回眸都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你会有感觉到他不一样的笑意，然后也会就觉得他很真诚吧，对，然后在对戏的那个互动当中就觉得哇，竟然能够跟九令对戏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。谢谢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